大家好啊，丹东的天也是变凉了，咱们好长时间没到二街早市去溜了，今天咱们去逛一逛。早上七点半，人还是不少啊。不知不觉又走到海鲜摊位了，我还是喜欢看这个东西。鹅不错。1块钱三斤，不是这个盆你给我，我那个这个是秤拿的，那个秤拿的沉。20，15。鲍鱼怎么卖的？鲍鱼水蛋3块钱，吃菜吧可能是。大袋啊。香螺吃三，大大蟹大。这是搬家了？你来了？你家好多来了？现在那边都堆放一起吗？嗯。人在道口的搬这来了，都熟人来找来了。大鱼。鲍鱼都买，鲍鱼8块的，10块的，大的20。鲍鱼那个18。每次来二姐早市，我都喜欢在这个角度看一看。还有这个角度。啊，这边人多哈、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说司机了啊，10块钱司机，10块钱司机，啥肉都合适。行了行了，别说司机，啥肉都合适。有一个死我的弟都给你啊，管条管钱管爸都不接。那叫啥？买买多少卖的？啊，这边就扣出去了。光卖肉。这海螺好哈，光卖肉，1斤20，5斤19，10斤就是18，壳回收。来吧，后头吃了。卖十呗，就那家，我看你卖的。10块。为什么蟹在这早市这么不值钱？10块5块。你说怎么的？20，20，35，100块钱的。每次拍早市呢，都会有外地朋友问我怎么走。二街早市啊，就是在二经街，对，那边就是高丽街，在高丽街的对面。